较无我都听到。第一个是大家叫阿宝林义贤医生，伊是一个林教授的好朋友。我想伊嘛是在座内底真少看到林教授林某、林囝、林查某囝，而且比如啥因的关系好，即马来请。李义贤阿伯啊，来谈多几番，陪陪你们教学。啊，各位乡亲你好，我大家好。啊，我看宋文光遐 presentation 哦，我想足些代志啦。当初咱拢拍拼啊，但是看一寡朋友拢无伫咧咧。太恐怖了！太恐怖！你别讲信心啊 ！Oklahoma， San Luis， 那是最近的所在啊！我从 San Luis 来，我 San Luis 的创会会长嘛，所以伊也经过遐，就直接去 Oklahoma。哦，哎，这是。啊！我即摆退休搬来伫南区南区啦，这是个足奇妙代志。南区南区，迄内底超过五六百人啊，台湾人啊，拢是70年代离开台湾，而且拍拼。啊，退休伫个环境好，空气好，啊，是够享受嘞。所以做迄个隔壁迄个锦里坝个长，永乐教会个长个。空诶，房间空，空空无代志，甲叫招来大家咧礼拜天做单位邀请 speaker， 你拢说我捌去遐讲过啊，台湾选举诶代志，所以我想讲吼，佮想一个上奇妙代志，就是讲，迄六十几岁人，第二代中国人，佮是遐优秀诶，来到一种毕业。啊，住伫真，住伫拉斯维加斯，哎，我拄啊塞车过来啊，专门做这工课。我是啊，这是啊，提到是，伊迄华西啊，你讲是讲，带来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啦，这就是这样啦。迄想的卡米卡是同款，日本的卡米卡是同款，伊就是讲要甲伊拼就对啦，所以咱大家搁较拼拼。我放了实在好，还要不要讲一下吼？哈哈哈！太紧张了，太无聊。我看了交易厅出 excited 的，我讲的。哈哈哈！那个，你叫谁来做客人 ？OK， 那个，那个是坐巴士离开华华先吼，甲伊阿孙啊阿谦，塞着又好。阿伯载足侪物件啦，来阮家过年，阿要转遐转 Oregon。我听家讲足侪代志，我人即摆免讲侪，但是我想讲，啊即摆转去遐要安怎？伊可能嘛唔知哦，我唔知。但是伊离开了时，我就想讲，我做医生哦，咱遐还佫做一下服务啦。所以我拍电话，人无人来去遐甲看，我好，我先来。我家己甲某少个去甲伊迄波多兰，啊伊来波多兰农村，伊赛车来甲我接去。伊即摆无带伫波兰，伊带伫林肯市去。哦，迄小教室个所在，我毋捌看过水。迄海边晒个真吼，太平洋，啊迄山足，烧了石头足，我拢摆伫边个，互你看了感足感动个所在。啊伊如果我一到一礼拜五，我住伫伊，阮住伫马苏贝伦吼，阮个经理，阮遐个经理厨房下来吼，啊，伊就带阮去食一寡物件啊，啊，到经理后壁咧，啊，伊说葡萄啦，说讲葡萄 ，English 葡萄，哇、哦，这是来，迄真歹，伊讲迄是 pet， 唔是 dog， 啊，我笑过，伊要甲你佚佗，唔是讲要甲你。去甲你保护，迄不是啊，也是骗。所以，我伫遐了先吼，还佫伊佫边仔买一挂
诶 ，apartment 厝，伊要住伫安尼啊，伊要看咧海安尼啊，啊，边仔有一个空间空厝，两楼伊讲，啊，不你也要买吼，咱来看卖者，我入去看卖之后，迄内底有迄个天视镜，沿看了海上，沿看了迄锦鲤哦，要带迄囡仔要登去阿拉斯加咧。讲你会使甲买咁好，我买，我刚睇咧商城咧讲啊，刚。就要遮退休，要甲照顾，就买了，阮就甲买了。完了了，转啊，无外久了，就到厝内去。下到时就开始要出去转来台湾，所以阮迄厝啊租伫遐咯，无去住就对啦。真水，Yes Spanish hat， 那个华人都海底啊，探家呢。但是，伊迄、那個、叫我买了，阮趁钱呢，足趁钱。看到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真足感动了，啊！我最后看了海港小先生，差不多伫迄个伊的基金会去看了伊啦。啊，我爱伊，我甲我要转去时，我问讲你要爱炸啥？伊讲炸比大便就好啦，吼、哦！我是炸比大便转去啊。甲伊讲啊，迄个。陈慧兰小姐来比啊！不会来。但是最后，伊迄徐老道咧，微信阮搁转去要去甲看，打电话去讲一个查某囡仔接。刚刚伫讲这个化妆都无歹话，啊，无好话记，袂到时。哎，超艰苦嘞！讲足久个，伊讲伊拢伫困啊，安怎发抖？但是我有去徐老道时吼，我远远比个听落，迄足济人。听到迄平教授伫遐讲话啦，啊人足济啦，看无，啊不伫遐去拄到迄珍妮沃啦，我女白太太。真啊！这些，今仔日这吼，我是讲讲，还重启，怀念这个过去，民主运动无浪费啦，这正讲一个人，咱个人要活着遮呢，哦，哎，尤其我遮呢吼，看平教授。受遐遐一苦，肉体精神，啊，佫会用牺牲较济。最难就是咱遮少年咯，一种体面，爱佫拍拼嘞。希望呢，一路走来，伊会真平安，真去真看咱遮的保障嘞。啊，我来遮就结束啦。对，平教授，伊伫日本的时阵。伊叫炸弹炸的，一支手弹留的我都丢到倒去，所以减一支手。但是我感觉伊的一生内底加一支手，一支手专门在替伊做代志。伊若无这支手，我想伊甲即马无这个历史上这个地位，我想做一支手就是等下边讲的，因讲的这个五礼拜神圣，对吗？这边的掌声来，掌声！我们的主席韩国伟。小太太，各位乡亲，真久拢无见面了吼。各位乡亲，第一件吼，因为想讲的话，稍微补充一下。伊讲，以前讲会叫会叫吼。这代志真正个故事是安尼啦吼，起头大家想讲，这个都无效的嘛，算嘛未叫嘛吼，肯定是嘛知影，我嘛知影嘛吼。啊，但是讲都无算袂使，无算就对台湾不去，所以就不准算。啊，一路行来，到尾啊，伊是打电话去来美国啦，我要去美，要对台湾以前先打来美国。啊，我两个人就要回去了吼。伊甲我讲，你来准备回来交接啊吼。两个人讲啥？用一丢嘞，丢嘞。都想到会丢，用好，这一场比一场吼，声势愈来愈大啦，吼。都啊，其实是我想讲袂信啦吼，都其实是吼，咱丢到这百姓啦，免得讲因咧。你拍点金算还要紧啦，哦，
我拄着李鸿毅，我就刚问啊吼，问讲，哎，平时那讲会钓，啥都会钓，钓嘛是会钓哦，伊嘛讲会钓啦，我啥都来钓，钓啊，都一条比一条较大，啊，我啊，迄条在大，啊，甲后条在大，是毋是共变袂遐难？我怎么会死了？所以警方这粉丝哦，都已经炸了。啊，愈侪人愈来哦，所以心欢喜，所以就讲都会丢了哦。对，佮工作当然，我原来是要讲这代志啦。跟有关频道时候，太侪行，太侪人讲过，无论现在这么侪，伊就叫我讲啥，我逐句讲出来嘛是，大家拢。听过，你都看过嘛，所以无啥物代志通讲。我想来想去讲，讲淡薄仔吼，这个故事啦吼，人生故事中间哦，伊所做甲伊所反映的一寡代志吼，是毋是会当用安尼来表达伊的人格、人格的特质啦？吼，我认为讲伊人格的特质就是。大是大非之前啊，绝对拢看不坏，绝对无退啊！这就是频道性人生的特质，人格的特质。你那是个啥题目？那是个啥？可能有人知影，可能有人唔知影，我是唔知影啦，较大部分。阵知影也唔知影，才细节。啊，我是无时间通去讲足细节，但是重点爱讲出来。大家拢知影，1992年，伊就是决定要回来，要回台湾。后为修行办法的种种的方法哦，搞怪啦吼，怪我来做伊个欢迎团的团长，做第二回召集者。我实在迄阵囡仔是无闲，甲要死去吼，实在无时间。但是吼，伊用太侪方法，吼，包括我来伊，伊个拄在咧讲我汤家人吼，一摆个汤家人做来食饭啊。还搞个咧变偌刁咧，好像伊个汤对伊讲啦，我想说我偌刁，伊讲我要叫你做，我要交钱钱啦。啊，你讲你都要我专款负责，你袂使超过这袂。我讲有影安尼讲，伊讲你叫我用文字写出来，你再给我帮忙啦。我讲我是真够有影，我这个个性你有知影吼？我咧做银行个时，当中伊就是银子，就是钱，该安怎做就安怎做。所以我凡事是这样讲啦吼，但是讲有跟人讲遐，叫我用点出来、写出来。所以这就是我两个吼，真侪项代志就是咱经过种种咱两个吵来吵去吼，啊结果是无讲拢有真好个这个结果啦吼。好像是讲到转来讲，1992年，伊要。回来台湾，啊，因为我担任这个伊个欢迎团个团长甲第二位个这个召集人，所以常常会来洛杉矶个带我来出门。有一天啊，我咧食饭，伫我个房间咧食饭，用客厅个电，用电话我去客厅，因为迄种是电话是一支个，含做一支，所以就去客厅，伊去听电，去听电话，我不要客厅。所以就去，以前就去接。我坐伫门厅，我听拢好，也讲话讲啊，真侪动讲真，讲真大声啦。所以看讲，伊到时安怎？所以等到伊转来，入来的时阵，看遐呢，真兴奋，还是真讲，目睭哦，小可有干目屎。我问伊是安怎？有，伊讲台湾人死了了，我嘛。无需要管啦，我们等你啦。以前安尼甲我讲，伊讲因什么样是因，就是因的家庭。
医生回到台湾，医生家庭幸福，这可能真侪人都晓知影，但是唔知影讲严重到迄个程度。伊离开迄几十年的中间，因此一直拢咧防安尼监视吼，甚至吼，伊咧即大学生啊变吼，咧读大学时交一个女朋友吼，国民党就随时去。去甲警告迄个查某人，迄个查某囡仔，讲这是什么人？你知无？这个是叛乱的分子，你囝呢？你敢会敢来做位？所以死活的家庭受到真大压力，啊人吼变作故来吼，自然这个万分吼算混了，就是要混了。应该是万三人，是国民党，是特务啊，很不。想来想去讲，啊，你都好好，啊，都教书啊，咧做，好、哦、啊，凡事从来当做大看嘛有，啊，你想想不知道的，台湾规世人拢总跟你做想怎样，所以这就是伊的人生的真大牺牲之一。但是佮经过这侪年了，伊佫坚持啦，坚持要倒来，虽然伊的厝遮尔反对。啊！伊阵，因大学生，啊，已经伫美国读研究所了吼，所以，这就是伊个大是大非之前无妥协，伊感恩一生，伊个家庭会幸福，伊们愿意回来，这是第一项我印象深深的代志。第二项是吼，你讲啊，都在台湾要画卡。迄阵是做画派中间的会长，做会长的中间哦，迄毋是真顺事啦。足侪项代志拢总无好势，因为彼阵这人很真定，啊，就是要安尼做，啊，伊也毋是真会甲人玩乱。啊，原来伊是做画派会长，是你知影以前做在台湾人的主席是蔡东元咯，老文容易只学生，走去到福建，走去加拿大。第二台球球，伊才接受，啊，尾来当美国，才当面才接受。但是李先生人，可能因对李先生的期待吼，甲李先生本人有差距。吼，李先生一个理念真坚持，但是伊毋是迄款讲，哦，啊，真啊，做老板吼，真够安尼坐来坐去安尼，啊，所以种种误会产生，所以最后个台独人民也是袂接受哦，所以离开台独人民。我住伫阿拉斯加，伊若艰苦的时阵哦，飞机飞去阿拉斯加，飞纽约，飞华盛顿 DC， 飞去礼拜，啊，我就常常听多诉苦吼吼，啊，诉苦嘛是我倒水，结果。海外是中间有一挂这个坎坎坷坷的代志吼，所以蔡东元虽然是蔡东元给救出来，但是呢，彭先生是选这个做爸爸的会长，要选年轻的时阵啊，蔡东元出来代表，代表真危险的，蔡东元这么高冷，蔡东元那么扣钱，蔡东元很老，伊呢无钱还要去扣钱。所以用的手机啊，还是这老朋友才出来后，他叫用到老朋友，用到变成本来是叫人叫董帅，但是董帅了的，蔡东元，所以从那个画派将军改为会长者改做顾问者，所以蒋介石也加工。那个架空了，就是我另外做画皮，所以变形就是去阿拉斯加一摆去搞事故。但是这个代志，甲1992年以前，当年台湾蔡东元要选立委，伊家己咧选，就不一样。所以蔡东元来拜托我，讲。拜托，彼此去个徛台前，
以前经常无爱，讲一句话吼，讲较歹听啦，但是真相是，讲伊早就是较早惊，伊一刀将遐个老话。所以平常是无爱，经常是无爱。啊，后来我一个好朋友叫小梁，嘛去甲劝，讲啊，就伫第一个的时阵，这代志咱就过去啊，即马登基是台湾。啊，你就是等于就是为台湾打拼，啊，伊即马就是代表本土政权，本土的政治力量要出来选，啊，你无甲帮忙，我啥物人就帮忙。讲到真久了，伊就讲，好啦好啦，我较早来签名签签了，我就好走啦，哦。但是走当然真巧，哦，伊来去到伊了后吼，签名签名要走以前吼。做到安排迄车已经安排便便啊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全咧几下人来塞去拖拉机顶头，啊，全去坐车啦。而且坐车了，做到人民发票，民发，人民发票。所以是做到人是非常有机会，但是话讲倒转来啦，其实最后有去个支持，做到人最后嘛是足有钱钱啦。真正一生做到人变作对人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每一项代志吼，拢会改清晰，拢会改真相。伊就是做到上爱去这个国宾饭店的一份餐厅，每个月拢一定会请平先生，真侪摆我拢往那过去吼。所以结果做到一世人当中。非常尊重的程序，我这么就当作讲吼，大是大非啊，最后是大是大非，也讲伊对蔡同文私人的性格，吼，这是第二项我感受的。第三项是刘彩虹啊，你讲到底，可能在底下真侪人民的人，我家己我都蛮认命的人吼，所以咱即马就古早的代志讲到我见啦吼，即马是甚至即摆。这个台南天啊，那名嘛是特别就是办这个读书会，哦，所以这个古早的故事啦，唔通个当作开话来想。但是每当个以前都是跟人民同甘共苦的，所以种种误会之下，这误会就是太等于讲的所谓讲误会之下，我们当然到处咧办惜别晚会。后去校外，后去旅游，去后去旧金山、洛杉矶，这大都市都用去。无疑哦，每一位这些级别晚会，外口拢是位人民爱兰大是位亚利亚，第一个有没有在台湾？为什么就是提供？人民规日讲。是欧美多在开店，啊，这个欧美多第一名，讲要等于台湾，你个骗子，这说什么道理？所以，彼时我真是不好看，但是我有条专登登来台湾，刘彩虹你好乖，我做刘彩虹，因为我把你关，贵不我把你关，所以你来我那边吹，贵不也无奈了，我只能帮他，台湾无人多啊。所以我看，他就站了位置，我现在查，比如讲你夜晚公要公，平时是进来，如果伊遐人也过来宏观，平时是对去到家啦去跟他，假设平时进来，伊遮人有放出来，希望伊对飞机的遮平时，所以就安尼跟公要哦，为啊。这个人员符合标准性的方言医生，但是医生是真正了后有去看刘彩虹，所以这段跟这个是摩擦吼的问题，所以搁一摆我是提供给是最后我是大是大非之前上重要的。各位公姐，主角出来这些人，都真滴严厉的来看吼。
真机免洗，一丁就你的命。酸周痛心滚，重感时下人肯定很重他，不想同意，并且在英雄。酸机的心，医院老家，他这里就真机免来一个快管道，他就去细节去破坏，做啥做酸痛。但是了后，郑丽玲这个人想法真改变。比如讲，你若去变化，变怎变出来？比如台湾要独立，这我只保留，你只保留。啊，所以台湾的民主，这是民粹，不是民主。所以这个中间就是说，李承晚的说话最后李承晚。在讲我家己不够，虽然你是做人生做人这人，但是该不够，想做不够，你讲大时代你之前绝对袂使有，这个力量种种个人想过偏差，这个人袂使改到底，所以这个是大时代里面这个变变的代志。最后讲一个，我也有插插到啦吼。有人讲牺牲的老公阿飘啦吼，有人讲四大老啦吼，好啦，哦，讲啥还不重要啦吼。问题就是，蔡总统选连任以前，这个九合一的选举，已经动了个政府嘛，一代人看嘛吼。他说呢，邓口臭，这臭臭臭的，也是个民调啊，那落来到差不多10%左右嘛，哦，所以我是足担心，我平时也参详，足担心讲，讲伊安尼落去，那过落去连任选输，这个政权啊，国民党提出转去，台湾这条路。你讲爬起来，变成你爬发展的，所以伊在我拢前担心，嘛，一直就开始想想讲，安尼咱是毋是会使劝蔡总统，卖煞，也阁另外了，伊总统的本质，本来就是，吼、哦，公司国防吼，啊，国安咯吼，两岸外交，这是好好叫做，尤其是。中国要来跟咱，要来跟咱侵占，伊种种的这个，这个所谓说统战工具，足侪在台湾，咱拢无办法来处理。应该在立法的地方，应该处理中国的代志。所以，这个总统的这款认真去做些，啊，民进党把什么人他就动出来吼，安尼，和人民去做决定，我的想法是安尼。所以起头不是讲要发表公开信啦，起头是讲希望会当个劝啦。所以就是讲，啊，若咱要个劝，咱的立场都要真超然。你若讲我是啊，不管是我做一排做一排哦，安尼都好。所以我选择讲要去个劝的人，是要先看的人。第一。像阮这三老公票啦，阮八四个人嘛吼，我吼平常时吼，李彦文是毋是讲伊一般吼，还有这个叫做高高中年吼，阮四个拢80多岁以上啦，平常时已经90以上，所以阮这老啊，可能无需要啊嘛，无可能会想讲要做官做官，要挖什么人先好做，特别无。第二。讲咱出去，咱拢无东派，咱就是台湾派。所以阮四个是拢毋是，拢毋是民进党员，吼、哦。所以我无派下啊东派的可能，得啦得啦可能。第三就是讲，阮这四个，规世人互你看，吼、哦，
伊就讲哦，即、這个人交查某啥，迄个辞职的代志，甲我无关，我咪讲。但是，一心坚持理念，坚持本土，坚持台湾的道理，坚持迄台湾自由民主，即、這个互你看不起人，都袂落。所以有即几点的特色，讲安尼咱袂妨讲，咱是有啥物目的才咧咧做即个代志，所以安尼决定。所以第一爱我，一直爱我做做做。我想要咱做做做是安怎有法度通，含拢随时要见赵总统做做。我就知影赵总统个个性我也小可知影吼，所以我今日就传真一句。即时持续之政，我赵总统就讲，哎，什么代志咧？来讲来讲，所以就去官邸，甲赵总统，我就是劝，我拄只讲遐话，劝讲安尼，为着代表，为着民主，哦，为着本土政权的延续，希望你慢算年纪，迄中间讲两点话钱。但是结论同你们讲吼，伊是负责事吼，好、哦，伊一定要算，甚至讲啊，咱成功人真正都无提来嘛算，啊无伊话吼，这代志你我提，啊去找，迄我实在唔知，我甲伊讲，我叫人算，爱嘛是安尼算。所以到那时候来才说，啊，你要怎么办？无先报啊，若无从公开始，哦，看看人民会欢迎我安怎做决定。所以那个时候才决定，就是啊，你写这个公开信，啊，公开信的结果呢，当然大家。结果就知影，有人误会讲，阮是迄当时咧支持偌清德，所以才咧完全拢无影。阮这四个人，甲偌清德，毋是讲无熟悉，拢有熟悉，但是毋是讲有啥物真亲密的派系就无关系。甚至是偌清德无表达讲伊有即个外望，所以毋是迄个目的，纯粹讲希望民主党用民主的方式。来算出新人算计，他无一点都套，无一点都套用，是这款的想法。啊，结果当然出来，吼、哦，骂嘛骂啊，什么样的骂拢无法听到，我都已经早了，我就知影讲一点好骂嘛。啊，当然冇人要落去吼。李小龙写文章啊，就讲，讲诶，那么你这个总哦，伊就无决心做到台面，啊，若做到台面了吼。最后才算着，哦，当然，这韩国，韩，我在想韩国瑜，韩国瑜对吼，韩国瑜帮忙真多啦，中国嘛帮忙真多啦，香港嘛帮忙真多啦，哦，还有其他台面嘛帮忙真多，他做到台面我嘛帮忙着，所以应该我是够了啊，哦，但是这项，我咱证明讲听到是啦。大是大非之谜，是这一不给，无结果。你命也好啦，你安怎是也好啦，该做，不能做，这个平常时吼，是死人吼。要么是人我拄只讲了老高去啦，你第第一讲孙总统，孙总统代志吼，应该孙总统在讲什么？平常，那些登台湾的时候，伊就问。像这种空气，他就讲，伊人在里做啥？应该就是吼，以小的心态，以小的身，身体身家的新闻，迅速去演讲，去唤起台湾人民对台湾自独立、建国、自由、民主的信心。这个功劳，比讲你要派登去做啥物，对不对？一看半截，哦，佫较有意义。所以迄阵我就安尼讲，安尼讲就是讲无要一动，哦，无要做，无要做就无派的，
完全敢若用台湾的立场来讲这代志，所以其实伊当时我拢有同意做这代志。在1996年要选举以前，这流水线可能大家真侪人知影，伫台湾来，甲平时讲，哎，台湾人讲叫你出来选的，讲第一摆选哦，真正台湾人第一摆敢选举，啊，无做一个较像样的。袂散去啦，哦，其实以前都袂啉水泉袂遐呢，哦，不过我不会算人，佫无着。一日太阳吼，向伟大人打电话互我，甲讲，你袂，你转来一个好无？我转来做啥？袂我一栋，我叫袂一栋，我讲是安怎？伊讲，我做西边地来找我，就是甲我说吼。讲，民进党内部已经共识，就是讲第一次民主选举一定要请平审出来选，哦，啊，不管会丢袂丢，这是一个足重要的象征性台湾人民，就是这款的人才。因为我选了了，就决定讲要加入民进党要选。所以才叫我等于回算，绝对不去。我起头个答应，因为平时讲我前两天都无闹嘛吼，但是我两天前了我就后悔啊，所以我随我卡，我平时我是唔贪嘞。你做人总统候选人，你当然咱是做对啦。但是我无要做副总统候选人啊，所以你有咩叫我动？但是我若无一动，可能我遐。有一寡声望，会得通替你个民进党吼做排解，必要的时阵，因为你对民进党无熟嘛，人对你嘛无熟嘛，哦，所以啊，就是真了解我的意思了，是啊，我了解，安尼个，哦，我可能一边一党是，我变一点点，啊，我若无这个心，我是海外的大佬啊。我不是你丢给我，所以说，当然我无去动，结果是我无去动哦。这样呢，提前就去算了，算了就知不是这一回事。从算的时阵，四个人出来算，什么条件？哦，新闻结果讲就是已经有条件了，啊，就是民进党的支持，结果于谦嘛出来，李明博嘛出来。这个就跟高兴没错的，高兴没错的，嗯。啊，就我大肚子嘛是都已经算报要算了，就算了。算了，伊初算分两个阶段嘛，第一阶段就是党的有公职的吼，甲有党职的人吼，一定给这个成阶段以上的人去筛选。所以迄日落去选的时候，提告时选第二名，郭姓名选第一名。但是第二阶段呢，迄是上罕过的选举法啦，就是讲全台湾走走走，四界拢去演讲，哦，啊两个人拢在讲，讲好听，啊大家全呢现在在投票。啊郭姓名哦，迄种是用游览车去，一台游览车，行到台湾行走走，也是咧。每一拜都会使算的就对啦，无讲你只算了，你下拜过去高雄袂使算，哦，即下过会算嘛。但是虽然安尼哦，听伊讲的哦，即句话我唔敢讲，但确实是人家讲的哦。郭先生讲啊，伊是免算啦，即台湾行到头了吼，唔免五十场吼，已经都伫遐啦，哦，啊无用最后讲哦，都伫遐是郭先生就对啦。所以变成变成赢嘛，都算赢。哦，啊，所以说赢了后，但是这无条啦，哦，但是要算落去啊。民进党是中央并无支持，民进党中央本身啊，都没钱，主要是新人结构。啊，可是我对中央讲的那个，就是陈文茜，你们知影，做文山部长，哦，啊，搁一个。
要不两个，两个基本上我爱国民党，这是做立法委员，一个在做副市长，哦，迄种民进党来做中央的一级的主管，哦，因遐人拢无支持，所以中央完全无支持，啊，无钱好开，所以其实是无法度做出救济，啊，伊要安怎救济？因为迄阵都已经一票三十块，所以就变变拢变来一寡票，伊就等先借钱，啊算了以后，才将补助的钱给来去还人。所以这是伊的规划。但是算了不算了，就等于等于他们不能对啊，所以拿七千万的钱，爱怎借的，超过还是超过，你做啥物事情，我相当。相当了解，对迄个人都无够啊！抓了民进党就拖起来，公教这上次民进党规则我无啥清楚吼，规则都要按咱本着着啦。这政府提来的补助金吼，不是平常会使在里面。快讲，我这看人我要行啦，就是讲提到底来，所以因为安尼吼，一个民进党也是要跨过嘛，不多。所以伊讲钱无啦，即、這个当前就使用伊啦。所以民进党加入民进党真短期的时间内啦，算了后就做这个，像这这这个这个做当前用伊，啊钱无够用吼，啊这结果就安尼，加民进党党团的党干部啊辛苦。但是要紧就是做伊只，而且对本土的政权一直支持。对有同款理念的真侪民进党的候选人，或者是政治人物，伊拢还阁真亲民，拢真敢支持，真敢鼓励，所以这是大，阁一桩大是大非的代志。唔是讲，唔是讲，伊讲我民进党无想好，我就，伊是用大众的角度来看，为着民进党好代志，继续一世人无变质，绝对无变质。哦，我是讲。真批人变质不解，来评估。所以我是想讲，我想要怎样讲哦，讲出我只，只让你去带来我去听哦。哦，谢谢大家。